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是韩炳世界青年说这成员泰国代表现在我们在泰国北京冬奥快到了所以我们一起祝福吧一起向未来 Let's go非常好听是吧这两位小朋友就是我自己的外甥的让他介绍自己吧我是玄旭伦我是陈飞雅我们在泰国夏野坪2022年祝福冬奥祝福北京加油哦啊一起向未来เราจะก้าวไปด้วยกันเย้